对呀、啊，他那个图是客户要求打的图吗？肯定不是吧，他们自己的图吧。这手机。我这不是。那手机能暂停吗？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嘛，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嘛。这个图是，假如我这要这个，我把这个传下里面上随便给他打个图，好行。这样对，另外一个传的图，他对呀。他那个图他自己有啊，他说他倒过来，他光查不着这个图啊，我操，咱这个给他的图再扣出来，肯定抽了哈，会换掉，懂什么意思吧？咱又没这原图，你给他弄出来，假如咱扣都不好呀，图上不行呀，你再给他弄出来那样，打不了和实时的，你就连出来，你这打不行，是啊，咱图都不一样哈，咱是通过照片，你正点，被人打的是很小，你再买点弄那照片，一点点。还不说，假如说咱是网上，如果你说你网上留的图，我可以用那个什么？二十万未可靠。他现在不是打的那个图吗？打什么图？哎，你先打什么图，咱不好对比嘛？问题，我这不是说问题不好对比啊？我说打后边的，他那个大的图呢？大的图咱们没对比到啊。他那大图有。大图是绿箭，绿箭好找。小明，拿手机不这样就行。他那绿箭那个能找到了，咱这后边那图实在找不着了，只能拍他那个原图找。